这个因为毕加索可能主要是 focus 在一些常见的一些盲测需要做的一些 model 啊，比如说第一个筛选我们 go through 的是 annual leave、long service leave 一些 journal 和一些 working 啊，然后呢简单看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 一个 completion 啊。那么这个之前上 WiFi 课的话，financial statement 这个 process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啊。那么这节课呢，主要我们的 focus 是在这两个 model 啊，那么尤其是 annual leave 和 long service leave。那么开始之前，这里在 Monson 接触过 annual leave 和 long service leave 的人有吗？Provision 有没有？那么大概懂得 annual leave 和 long service leave 它的 accounting requirement 的人懂不懂？那么很多人都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啊，那么我就大概狗数一下。那么首先呢，在 folder 里有这些文件。我们先来看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比如说 annual leave reporting，这个呢是August 17 blank，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打开一下。打开以后呢，它有两个 tab，分别是那个八月和九月那么这个 tab 呢是一个 sample，是一个 annual leave 一个 payroll report。那么它月末的时候要做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月末的时候，你账上呢，你需要记录你的 annual leave balance 的 provision。简单来说，就是你 balance sheet 上有多少 dollar value，也就是你欠 employee 多少 annual leave 那么 annual leave 一般我们一年是几天？20天是吧？20天。那么20天就意味着我们一个月我们会 accrue 多少？20除以12是吧？那么折合过来呢，就差不多12.7个小时这样子，12.7个小时。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 full time 上班的话，假设你是38个小时的话，你一个月 accrue 的就是12.7个小时。那么这个当然是假设，就是每个月固定的 amount 这样 accrue accrue。那么但是呢，你作为 employee，你会去 use 你的 leave 是吧？会用你的 leave。也就是说呢，在 ongoing basis 的情况下呢，你 accrue 了 leave，然后你会用掉。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 annual leave balance 是什么？是会什么？会 changed 是吧？会 changed 所以你的 ending balance 就是你 accrue 的减去你什么使用的就是你的 ending balance。那么这个呢，就是你的 payroll report 能够给你的信息。那么你一般到 monthly 的时候，就是先从 payroll 那边拿到个 payroll report，上面告诉你 annual leave 我有多少 hours 然后呢，我的 hourly rate 多少，乘一乘就是你的什么 leave liabilities 当然，这是简单的一个 logic，这样子那么，当然每个公司它的 payroll report 都不一样，这个是从我上上个公司，里偷来的一个 template 所以这些 hourly rate 都还算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呢，我们从这边看的话呢，这些 ID 应该都是 employee ID，但是这些数字我经过了 shuffle name 当然都是假的然后呢，hire date 就是它的 starting date 比如说这些是2019年的9月30号，这是 date accrue to。那么因为我们做的是八月份的 job，所以它 date accrue to 就是2017年8月30号company 当然显而易见是假的然后呢，leave class 都是 annual 因为它是 annual leave 那么它当然，你拿到这个 report，你很多东西可能并没有对你做 journal 没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payroll 软件里打下来你可能有 filter 选，这是 annual leave，这是 long service leave employee type P permanent 那么为什么这种 report 我没有任何修剪就贴在这里？因为你在工作中的话，你几乎一定你拿到的这些数据都是这种原始数据，所以呢，你在做 journal 的时候，你肯定要经过一些个人大脑 filter。哪些是我需要用到的？哪些可能对我没什么用的，需要留在上面的这样但是你要读懂整个 report 那么这些 code 就不能用好，base hours 38 hours 就是 full time 当然有些公司是 40 hours，其实都无所谓你的 contract 上面说你的 standard hours 是 38 hours 或者 40 hours，但是一般你肯定会 overtime，对不对？好，service length 它这个是七，那么这个是年，7年那么这7年是怎么来的？它是2019年到2017年，那么它是超过7年，8年不到，所以它这也是7年实际呢应该是7年，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它明显是超过的，是吧？对。啊 ，hourly rate， net entitlement 是多少小时？好，那么你会看到它这里不是有 hourly rate 和它的什么 net entitlement 是吧？其实你有 hourly rate 就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如果你在公司里做 annual leave 或者 long service leave provision 的话，你基本上所有人的工资你都知道了，是吧？啊，怎么算出来呢？很简单，你用你的 hourly rate 去乘以什么？38乘以52。好，这人是79。就工资全都出来了，啊，这只是一个，这只是一个 trick， 啊，你会看到这些数字不是瞎掰的啊，这也比较正常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可探讨范围之内，只是大家如果做 long service 或者 annual leave 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是吧，啊，来看一下工资这样子啊。好，那么回到我们的 folder，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叫 annual leave long service leave journals 这个文件。这个呢是我们最终做出的这个成品啊。那么当然它似乎答案都已经做好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将它先 save as， 复制一份。我们练习一下从头开始做起啊。比如说我们改个日期，叫2018年6月3号这个 template 啊。我们先去到这个 tab 叫 annual leave working。Annual leave working 啊，那么这里呢，它都已经都做好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将这些数字都删掉，我们从第三行开始都删掉啊，全都删掉，只留一个那个什么空白啊。啊，全部删掉。啊 ，title 留着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主要看到它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好，回到我们的 payroll report， 现在我们来模拟这样一个 process 啊，我们的 process 是第一步从 payroll 那里收到 report， 然后第二步 copy 到我们自己的 working， 第三步经过各种 copy paste 调整公式生成我们的什么journal， 就大概就这样三步啊。最终生成 journal 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手动打到 ERP 里，或者 upload 到什么 ERP 里啊。那么现在一般 journal 你比较长的话呢，一般 ERP 系统都能什么 upload 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原数据呢 copy 到我们的什么这个 template 啊。那么这个 template 呢，我们从 A 列，也就是这里的A 列到 M 列呢，好，它是完全一样的一个 copy。好，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些数据呢直接 copy 到我们的什么 template。 好，那么它应该刚刚好 copy 到 M 列，就是 net entitlement 这里啊。那么之所以选择将它所有的数据全都 copy 过来，而不是说比如说这个 employee type 没什么用把它删了或干嘛啊，主要是为了简化啊，就说做到最后的这个 journal 的成品啊，我将它放在这个 journal annual leave 这个 template 这里啊。最终成品想出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当你收到了这个 report 以后，你 paste 上去，自动的 journal 就生成了，就你 do nothing， 好，目的是这样子啊。你即使只是 copy paste 以后删掉几行，这个也是个多余的动作啊。我们的目的是一步到位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如何做的啊。好，首先你有了 hourly rate 和你的 net entitlement hours， 那么你就可以算出你的什么 total liabilities 啊。那么 liability 当然就是什么，就是你 hourly rate
去什么乘以你的什么 hours 是吧？好，拉一下啊。那么这个拉出以后呢，我们得到一个差不多12个 million 这样一个数字。那么这里这个 rate 是什么？是你的 base rate 是吧？那么你真正的 annual leave liability 它是不是就 base rate 就够了呢？好，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我们拿工资的时候，我们除了 base rate 我们还有什么 super 是吧？然后对于 company 来说，它还有 on cost 什么东西呢？ payroll tax workers comp 这东西是吧？好，所以我们还经过一系列调整啊，调整。好，那么在调整之前呢，一般我们 post journal 我们有哪些东西？第一呢，日期是吧？第二 GL， 第三 call center 中是吧？Amount description 这些东西啊，好，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将它的 call center 或者 profit center 都 copy 过来，啊，好，所以特意列了几点。那当然，实际你的公司里可能它不一定是这种格式，但是这里提供的是思路啊啊。好 ，call center， 那么在这里呢，每个 employee 呢，它都会对应的有一个 call center，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 tab 叫 employee details。Employee details， 好，那么这里呢有每个 employee 他所对应的什么 call center profit center 以及什么 state 好， call center 我们都知道肯定是有必要，因为什么？因为它属于不同的 BU 啊。那么你为了它 cost hit 不同的 BU， 所以你需要 call center 是吧？那么一般呢，很多 profit center 和 call center 是连 link 在一起啊。好， state 为什么我们需要 state？ 因为 payroll tax 它的 state rate 是什么不一样的是吧 ？OK 啊。好，回到我们的什么 annual leave workings。好，首先呢，我们需要将 call center 呢。paste 过来，好，那么我们 paste 的依据就是什么？根据 employee name 是吧？好，比如说这个 employee 242呢，它是这个 call center，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用到那个什么，无敌好用的那个什么 VLOOKUP 是吧？好 VLOOKUP。根据 employee name 啊，然后呢，将他的什么 call center 是吧 ，copy 过来，逗号二，逗号零啊，这个都没问题了啊。好，拉一下啊，这都很简单。同理呢 ，profit center 和什么 state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啊。Profit Center。 没听说过 Profit Center 是吧？这里有些听说过什么是 Profit Center 吗？就是说当然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一般的如果你是 P&L 的话呢，你的 Sales COGS 就 GM above the line 它一般 map 的都是什么 Profit Center。 为什么？因为它是 Revenue Line。那么 expense line 呢，它一般 allocate 是什么？是 call center 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有些 ERP 它在 call center 的背后，它会也有会有个 profit center 是和它什么 link 在一起的。比如说 SAP 就是这样子啊。好，如果没有 profit center， 你就少了一步什么 VLOOKUP 啊。State 不知道有没有谁听说过他们的 accountant 一般不会 accounting 被讽刺为什么为 call center，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啊。同理都说赚钱的是什么 profit center 是吧？sales 会有这种想法。 sales 一般都很牛，为什么？他觉得他是赚钱，你们是花钱的，对，
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个记账的。好 call center, profit center 和 state 做好以后，之后呢是 super payroll tax 以及什么 work covered rate、super 大家都知道 9.5%、payroll tax 每个州都不一样，然后呢 work covered 每个州也不一样，甚至每个行业都不一样，是吧、一般呢它统计局会发一个什么 table 是吧，这个 table 里边会每个不同的 industry 然后不同州它是多少的什么 percentage， 这个 percentage 其实就是你的什么 risk factor， 是一个 risk factor 是吧。好，那么在在这里还有一个 type 叫 parameters， 这个 type 里呢这个 section 是我们不同的州然后呢不同的这个 rate。 好，你会看到它的 New South Wales 它的 rate 是不一样的，它的 work cover rate 也是不一样的， super 它都是一样的。于是呢我们需要将这些信息呢都什么都 move 过来。那么这里你会看到它比如说第一个州比如第一个州它是 South Australia， 因为就是说它 super 呢还是 9.5， 但它的 payroll tax 应该是多少，应该是4.95 是吧，然后呢它的 work cover 是 2.8%、好，现在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如何将它通过公式给抓回来？还是 VLOOKUP 吗？对。好。VLOOKUP 可以啊。VLOOKUP 可以。好，我们来做一下，好吧？好 ，Super 比较简单啊。我们就用周吧，是吧？这些需要锁定一下，是吧？当然这永远都是 9.5 了，你也可以不用公式啊。好 payroll tax 等于什么 VLOOKUP 是吧，州，好，还是一样是吧。好，那么现在我这样子，如果我需要做一个公式是吧，如果我现在需要做的公式是，我必须规定做好公式是，我这样一拉再一拉就直接搞定，就比如说拉到这里再这样拉下来就直接搞定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个公式？你看上面直接写个4423，然后把那个给 lock 一下 ，lock up tab lock 一下就行了。对，这样也是可以。好。那么这里呢，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另外一个公式叫 match？ 听说过没有？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把问题复杂化，是为了多练习 modeling 的这样一个 skill 啊。好，现在比如说我假设我的要求换一换，我呢必须要根据上面的这三个 section， 然后呢我要做出这样一个公式，我要做到完成这个 cell 以后，我一拉再一拉直接全部都自动 fill 啊。那么这里呢就需要做到什么 match 啊 match， 好，等于什么 VLOOKUP。注意注意这个那个什么，这个这应该还是选这个 table array 是这里啊，但是之后呢你就要选什么，这里选 column 的时候要用什么 match 啊。好， match 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上面这个 cell super， 然后呢逗号，回到我们这里啊，这里呢注意选的时候呢你要这样选，要多选一个好、这里可能需要锁定一下是吧，要逗号零再括号啊，好，也要逗号零一下再括号啊，出现的依然是什么 super 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说现在如果我将我的 payroll tax 呢 copy 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它变成什么4.95了，
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上面的这个栏呢，然后呢自动去查找相应的这个什么这个内容啊。好，现在我们的要求是，我做完这个单元格，我往右拉两格，再往下拓一下，它全部自动 fill 啊。现在做得到吗？你要 lock 住那个 Q3。 好，我们需要 lock 住是吧？好，Q3 是全部 log 还是部分 log？ 只是列那个 Q。Q 啊 ，Q， 你可以手动打一个 dollar sign 就可以了。然后你那个 match 那个也要 log 住二。log 住二。对。嗯。好。没有。这样应该就 OK 了，是吧？嗯、好。Perfect. Perfect. 啊，就在那个四上面不是有 dollar 嘛，对不对？啊，如果你是按快捷键的话 ，F 四可以直接切换。比如说我 highlight 这里哈，你看啊，按 F 四啊，它可以在不同的模式间切换。然后这个 dollar sign 你可以手动的输入也可以啊。然后呢，在 Q 前面加这个 dollar sign， 就是说，当你拉的时候 ，Q 呢被锁住了，四不锁啊。好，算出了这些 rate 以后呢，之后呢是 liability with super only。好，那么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liability 是吧？乘以一加上什么 super 是吧？乘以一加 super。 好，那么为什么单独算出这个 including super only 呢？是因为下一类呢，我们要算出它的什么 total liability including uncost， 所有的 cost uncost 都包括 payroll tax， 包括 workers comp 啊。那么 payroll tax workers comp 是建立在你的 super 包括的数字之上的，是吧？好， so 这个公式应该是什么？等于什么 liability with super only 这个数再乘以什么一加上什么Payroll tax 是吧？再加上什么 ？Work cover 是吧？好，那么注意呢，这三类的是 life to date，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的它的 balance 是多少？好，所以我们的 liability 呢，就从原来的11.9。jump 到多少？13.9啊，差不多增加两倍。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就是说这个公式都是 OK， 但是呢我们看这些数字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有不少什么负数是吧？好，那么这些呢，在之所以放这些负数呢，是因为在 payroll report 你拿到以后出现负数概率很高。为什么？因为貌似你申请的 leave， 就说你 claim， 就说你已经申请的 leave 大于你什么？大于你的 leave balance， 就有很多员工可以提前透支他的 leave 啊。那么理论上应该什么？理论上如果你 leave 没有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 leave without pay 是吧？那么有些公司可能要么是 payroll 系统有问题，要么就是要么就是 manager 默许让你 over 去请这样 leave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公司显然是没有任何的什么 liability， 所以它如果是负数的话要把它什么去掉是吧？
也就是说负数为零，是吧？好，所以那么加个什么？怎么做 ？if 就可以了，是吧？好 ，if 如果小于零的话，那就是什么零，是吧？好，不然的话呢，重复一遍啊。好，那么你会看到这些像这些负的数字呢都变成零了啊。好，其实做到这步呢，这个 V 这里呢就已经足够做你的 journal 了啊。那么像这些有时候有些公司呢，可能为了 visibility， 它可能需要将什么所有的 on cost 单独分开，是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去除 on cost 以后 liability 单独分开，但想知道一下它的 split 是什么东西啊。好，如果只是算它的 on cost， 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去除它的 liability 以外的东西啊，那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它的 amount 乘以它的什么 super， 再乘以一加上什么 payroll tax 加上 worker 嘛，好，就是它的 on cost only， 是吧？当然这个呢也可以加个什么 if， 好，这些呢都是 optional 啊，全都是 optional， 它就相当于它的 total liability 乘以它的什么 super， 算出它的 super 数字，在基础上再 gross up by 什么 payroll tax 我看完，就是说算出它的 total on cost 是多少啊。这个完全是 reference only， 你就知道它的这个14个命令它的 split 是什么啊。好 ，enter， 然后呢拉一下。好，于是呢它的 total liability excluding on cost 就是什么 ？total value 减去什么 ？on cost。好，这些数字只是 for reference only 啊。好，那么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 template 里有 life to date， 还有 monthly 这两个不同的列啊。这个呢完全取决于你在公司里它的实际的 post 方式是什么啊。那么绝大多数我看到的都是用 life to date 来做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你目前的 actual 的 liability 是多少。好，就比如说我算出我现在的 V 列，我的 annual leave， 我的 provisional balance 我觉得应该是 14 million， 是吧？那么现在我如果我的账上是11个 million 的话呢，我就 accrue 它的什么差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呢有些公司的选择 accrue 什么 monthly， 好 monthly 的话呢，那么这里呢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啊。那么当然算出 monthly 就意味着你每个月 accrue 都是一个 fixed amount， 是吧？好，但是呢这样做的话呢就表示你的 data 可能会不准确，因为什么？因为万一你 take leave 那部分没有account for correctly 的话，你的 life to date balance 就不是真正的 balance， 是吧？好，那么这里呢当然也可以算一下啊，算一下。那么你要知道你你 monthly accrue 多少，你就得知道你的 monthly accrue 的 monthly accrue 的 hours 是多少，是吧？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算过了它的 monthly accrue hours 是多少，是 12.7 个小时，是吧？那么我们再来算一遍，我们这里还是要用个公式代替，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 base hours 不是只有38个小时，有些员工是什么 part time。 OK， 好，所以呢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个公式算出，假如比如说他是 38 hours 是 full time 的话，那么他一个月就应该 accrue 12.7个小时。好，这个公式怎么算？我们来想想啊，前面我们已经算过一遍，我们可以将这个公式呢再套到这个 template 上面去。什么？我看看，是这个是吧？让我看看。额外标题。那你觉得应该是怎么算的？那个 payroll tax 是 base 在 super 的基础上。对， base 在 super 上，就说 n 三乘以 r 三呢，是算出它的 super only， 知道吗？然后呢，在这基础上呢，再乘以一点，就一加上 payroll tax 的 percentage 和 workers comp 的 percentage。那那个 total liability payroll tax 那部分就没有算进去。你说是 V 列吗？ N 那一列。那个 payroll tax 不应该是 total liability 加上 super 乘以 payroll tax 吗？这类吗？还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三三一，就是那个啊，这个这类啊。那我们再来这样 offline 算一遍，好吧？ total liability 乘以 super 乘出是啊，这是 percentage， 这样子放在这里算。好，乘以 super。这个是 super 的数字，这是 super 的数字，再乘以一加上4.95，再加上2.8%，所以是331。所以那个 payroll tax 是 only based 在那个 superannuation 的基础上。对。我们不算那个，就是它那个 total liability 那部分的 payroll tax。对，我们 payroll tax 不应该是它的，就是。啊，就是说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嗯，你这部分 annual leave 如果要付出去的话，它算是它的 salary 吧？啊，不是 salary 吧？但是就是那个 liability。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就是说是 super 是吧？再加上，比如说 liability 包括 super， 应该是这样是吧？是乘以payroll tax 再加上这个是吧？啊，对，是的，是的，你说的是对啊。那对，应该是包，应该是那个在那个liability 基础上啊。sorry， 这里更正一下啊。那我将这个公式换到这里，将这个替换掉。啊，sorry， 不好意思，前面这里 confuse 一下。你说的对的哈，嗯，就是说前面的部分是 super 啊，后面的部分要用它的包括 super 以后的这个 liability 这个 U3， 然后呢去乘以它的 payroll tax percentage 加 work cover percentage 啊。好，是这个数字啊。好，那么再回到 Y 列，那么如果我们要算出它的 accrue hours 的话，
那么它由于它的一年是20天，是吧？啊，那么一年它的 hours 是多少？是不是应该是20天乘以是多少？乘以38除以5是吧？就应该是152小时，是吧？好，然后呢，你要算出每个月的话呢，就在这个基础上除以12就可以了。好，除出来刚好是12.67天啊。好，这个呢，当然是建立在 full time 的基础上啊。那么，所以呢，这里的这个38呢，我们需要将它什么替换到哪个？替换到这个 hours， 替换到这个 hours， 好就可以了。好，我们拉一下。好，那么这里这些38小时之外的，比如说这个22.5的话呢，它 accrue 的相应的 hours 就是什么？7.5个小时，啊，好，那么这个是算 monthly 的，所以它不是它的什么 life to date。所以我们需要用到什么？用到它的什么 hourly rate 是吧？好，乘以什么？一加上是吧 ？super 是吧？好，然后再乘以什么？一加上 payroll tax， 再加上什么 ？work hour 是吧？啊，那么这个算出来是它的什么？是它的hourly rate， 包括所有的什么 on cost 啊。然后再去乘以什么呢？乘以12.67是吧？那么这里也加个 if， 如果小于0的话就显示1。好 ，otherwise 重复一遍啊。这个是 monthly figure 啊。好，所以我们如果将它 split 的话呢，就相当于什么？如果是 on cost only， 它的 monthly 就是它的 hourly rate 去乘以什么？首先将它什么 gross up 一下是吧？然后首先乘以它的什么 super， 然后呢？再使用它的什么 gross up rate， 再去乘以什么它的 payroll tax， 再加上什么 work hour 是吧？对吗？看看，
这个要去乘以什么？好，乘以它的 crew hours 是吧？好，同样，如果这个值呢是小于什么？这个如果是小于零的话就是零，不然的话呢就重复一遍是吧。好，看括号有没有过多啊。看括号对不对，拉一下。好，于是 total liability 减去它的 uncost only， 好，就是它的 excluding uncost 以后的 liabilities。那么一般推荐都是 post life to date 啊，因为 monthly 它现在使用的是越来越少啊。那么你可以把 monthly 做一个参考啊，但是一般 monthly 在 post journal 的时候，一般是使用 life to date 减去它的balance sheet 上每个 call center 它的 balance， 然后呢它的 difference 就是它的 journal。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 template 在这个 tab 叫 journal annual leave 啊，那么当然这个 template 也是都已经完成了啊，那么我们需要将这些都删掉啊。我们将这些都删掉啊。现在假设我们要将那个第 V 列的数字作为一个 journal post 上去。好，现在我们假设要将 V 列的数字 journal post 上去。这个 template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journal upload 的一个 template 啊，那么很多 ERP 系统都是类似的这样一个 template 啊。好，那么它的 journal 如果你需要 post 的话就是什么，就是 debit 什么 annual leave expense，然后呢 credit 什么 annual leave provision 是吧。好，那么当然这里如果你要 post 的话呢，它一共是多少行啊，一共是差不多2000行啊。那么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啊，很多人会这样做，比如说我们 PNL 这个 GL 是我忘了刚才那个 GL 是哪个，比如说我们 P&L journal 是GL 是5050000啊 ，balance sheet 比如说是2012000000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我 OK 我的 account 是5050000 ，posting date 是2017年8月31号啊 ，call center 我选择去什么？等于这个 template 这里的这个 call center 啊，然后呢 profit center 也可以等，这里我们跳过啊，然后呢 amount 等于这个什么 annual leave 这个 amount， 好，然后呢 tax 等于 journal posting August whatever 啊，之后呢我们选择什么，将它拉个2000行啊，
这样拉个两千行，然后呢拉完 P&L 以后呢再拉两千行作为 balance sheet 当然是 OK 的。但这样的话呢，第一呢 journal 第一太长啊，然后第二呢它不够 automated 啊。那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做成完全就是 automation， 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当你进入这个 annual leave working 的时候，将原文件将它这一贴，然后呢这个 journal 就自动生成你想要的 journal。好，那么也就是说每行的任何一个 section 它都要完全的什么 automate。 好，好，首先回到我们的 annual leave working， 首先呢它有两千行，啊，它有两千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稍微这个数据稍微简化一下，比如说它可能某一个 call center 是吧，它有五个 employee， 那如果我们只需要根据 call center 来 post 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什么作为简化啊，简化。那么怎么简化呢？我们首先使用 pivot table 将它归纳一下啊，归纳一下 insert pivot table 啊，它会自动 pick up 整个 area 啊，自动到第2020行啊 ，OK， 好，它会自动生成一个什么 tab 啊？我们可以叫它说是 pivot annual leave 啊，已经有了，那我就 annual leave pivot。好，我们需要的内容就是 call center， 然后呢，它的金额。我们需要的金额就是递比列啊 ，total liabilities including on cost。好，递比列，一共14个 million 啊。好，更改一下它的 format。好，之后呢回到我们的 journal template。 你可以将这里的这个 link 换到哪里，换到你的什么 pivot table call center， 然后呢 OK 啊。那么你会看到它进件以后的 call center 只有几行，就差不多253行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一些它的什么journal 的长度啊。好，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来什么 link 一下啊。好，那么到 link 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它变成 grand total， 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到它什么到它这一个好到它的最后一行啊。那么按理说你到了最后一行以后呢，你就开始什么开始是你的 balance sheet 来是吧，嗯，啊，这是 P&L， 这是 balance sheet 啊。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手动的删除，然后呢输入你的什么balance sheet 来，是不是这个 balance sheet code 啊，2011 2000啊。好，这里再输入你的日期，然后你再什么等于负的什么第一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的 credit line。一般 balance sheet 是这样一个格式啊，假设你的什么 GL 是可以重复一直到最后一个 line 这样子。好，直到你拉到什么最后一行 16K 这里啊，这样的 journal 就平了。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问题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的 pivot table 这次是到第253行，然后呢如果我们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增加一些 section 啊，比如我们的 working annually working， 我们现在增加了几行，比如说我们将这几行再复制一下，我们增加了几行啊，然后呢它的 cosine 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像将来改的不一样啊，然后呢我回到我的 pivot 将来更新一下啊，首先呢 pivot table 它默认是第2020号，所以需要将它更新到什么，更新到2026号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数字就变掉了，但是你也多了几个 profit center，假设下个月你是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么再次回到你的这个 journal template 以后呢，好，首先这个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你首先要 insert 几行是吧，然后呢再拉一下啊，那么这有个问题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做到即使它有新的数据，比如说它增加了数据或者它减少了数据，这个 template 它都可以自动 pick up 那些 change，我们要做到的是当你更新这个 pivot table 以后，它这里就自动的将这新的几个 items 都什么 link 到这里来，然后呢 balance sheet 就自动 shift 到最下面这行，然后自动开始 link 到头一个数字，这样子啊，比如说现在 balance sheet 它是 link 到什么从第252行开始啊，那么如果你自新增加这几行以后呢，它就自动从什么256行开始，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首先我们将它还原一下啊，好，我们先把这些都删掉，然后回到我们的 pivot 刷新一下，好，回到原啊，似乎还有些没有被删掉是吧，好，我们来尝试一下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到这里。好，首先 call center 肯定是 link 到什么，这个 pivot， 这是最好的方法啊， call center。但是最关键的是金额是吧？啊，金额。对，还有 account， 对，还有 account。金额和 account，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首先要让这个金额根据这里 link， 并且到了最后一行它没有数字以后，它就自动什么跳到负数的那个阶段，对，那个是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哈，嗯，好，那么我们可以首先这样子啊，我们将这个公式呢改成什么？改成啊 ，VLOOKUP 是啊，那个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思路啊，可能还有别的解决方案 ，VLOOKUP， 然后呢，我们 lookup 这里 ，lookup 我们这个 pivot table， 逗号二，逗号零。好，继续拉，然后呢我们将我的 GL 也继续拉，好，假设我们是处于一个拉的状态啊，那么拉到这里以后它变成 NA 了是吧，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出现了 error 以后我们就让它开始复数，这样子。
if error， 我们试试看啊。那等于什么的问题是？好，出现 error 以后就等于负的什么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们到了它结束的 error 那一行，是吧？我们希望它出现的是第一行的负数，是吧？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结束最后一行是哪一行。而且呢，我们要建立在这个公式不会破坏第一行内容的前提下，是吧？好，那么你希望在这里出现哪个公式呢？比如说，这样我们把这个 ground 都去掉，好吧？要去掉的话呢，可以去 design ground totals of 就可以了啊。好，那么这里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它到这一行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公式就自动弹射到 pick up 最顶上那个 row 啊。好 ，if error 负的 v lookup 是吧？那么你希望负的 v lookup 哪个数字呢？第一个数字，这个是吧？啊，好，你希望它是这样 lookup 是吧？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公式不能拉是吧？因为你希望它是同一个公式，从第一行就开始一直到底都是一样的。可以再想想别的方法啊。好，这个公式这样拉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哪一行开始拉，是吧？因为你不希望说下个月开始啊，我映射的几行再拉一下，最后再调一下这个公式啊，这个是需要避免的啊，不是特别 ideal 啊。啊，如果我将这个公式往上拉的话，就错位了啊。啊，这也变成 hashref 啊 ，hashref。好，那么这里有一种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说，你可以设置一个 reference cell。然后呢，让这个 cell 呢，它到了某一个特定点，它就自动跳到最上面的一个。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公式，叫什么？叫 offset。offset。到 offset。那 offset 怎么用呢？它是这样子的。首先我 reference 到这个 cell， 他说了 reference rows columns， 好，我先试一下，比如说我 reference， 然后呢负的100，然后呢逗号0，就负的10吧，就不用100，10吧，啊，它出现了 VA018024。好，这个什么意思？它 reference 是你选择的那个单元格往上走了是吧？十行是吧？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吧？刚好是吧？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在这里是负的
200，比如说251是吧？啊，是 call center 不对啊，250行，是不是刚刚好？就是什么？第一个是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不是我们只需要将这里的某一个 cell， 就某一个这个单元，比如说这个 C2 是吧，换成什么？换成 offset 是吧？然后呢 C252 是吧，逗号负的什么2250，逗号0是吧，这个0如果变成1的话它会变什么？一的话应该就是空白，为什么？因为它往右数是什么都没有的，是吧？啊，负的是往上走，正的是往下走，啊，那么横向的话呢，是横的就是往右走，负的就是往左走，啊，好，那么也就是说负的2500呢，就是当前单元格往上走250行。如果它是250没有负数的话呢，就是往下走250行。但它非常神奇的出现了14吧。也就是我们什么第一行的这个148的复数啊，好，那么我们用这个公式再拉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哎，好像都是 work 是吧。但问题是这个250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数字是吧，那如果你要拉公式往上拉的话，这就变成 hashref 是吧，因为理论上来说你需要这个公式是什么，是从一开始就要能够用的是吧。好，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公式换成这个，好，变成负148了，这不对啊，这个我换成 C2 啊，当然数字貌似好像有些率，但是负的250还是不 make sense 是吧，啊，为什么？因为它被 pick up 成 error 了啊，被 pick up 成 error 不完美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数字永远都可以拉下去，应该是正确，应该是拉到第500行左右是吧。好，500行之后变成什么，变成 error 啊。好，就貌似呢它是貌似是可以 work 的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这里写的是250是吧，但是万一到了下个月它变成251行、252行或者253行怎么办是吧。好，也就是说呢这个250我们需要做成一个什么，做成一个公式